2018年12月18日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新格局、新气象，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发展空间、产业结构上有了进一步的优化，区域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新成绩。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，传承好“三三八”精神。 这十年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这是一笔宝贵的绿色财富，留给我们子孙后代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最大限度了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的健康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。这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的体现。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，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。我作为一名来自边疆地区的党代表，觉得无上光荣。我会尽职履责，开好会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中国梦做出新的、更大的贡献。